sí.啊，你要像美食节目一样说你现在夹什么啊？哦、我现在夹豆干炒，炒什么？炒蒜。现在高丽菜，很甜的高丽菜，芹菜。要报告我煮的东西，他们就知道我包什么东西。好了吗？包芹菜。多一点，比较有味道。香肠。啊，你要上传到你的 YouTube 频道吗？啊，那么麻烦。那么麻烦啊，不然上传到你阿给阿姑看好了。豆芽菜。可是他们都听台语的啊。啊，国语他们也听得懂啊，只是我不会讲细胞，不然我就讲细胞，你跟他们回应。啊、你就讲台语就好了。讲台语哦，讲台语买通。对。哎呦，蛋还没有。蛋还没有搞哇，国台语交杂，好厉害啊！菜脯，咸咸的菜脯，哎，哇，特写一下。好了，现在再放一点花生糖。糖粉跟花生粉夹杂。花生粉。哇。好了。好了。热很大。哇，特写哇。哦，哦，这技术，技术。好了。哇。好了，可以吃了，我只有一个皮而已。哇。你们都。